这我就引用这个当结论了哈，大家回家也是带这张回家了哈，这个也不是我自己去做，这个是圣安东尼奥软研讨会2016年一个在最后一天都会礼拜六最后一天都会讲结论啊，今年度他刚好在12月，所以他说今年度2017年啊，这个是2016年，2016年今年如来的总结是怎么样？里面他就说。他题目就是说，哪些人必须延长辅助荷尔蒙治疗？他说，这些英文在这里，英文在这里，我把它翻译在这里。他说，第三期的 stage three 的，and many stage two 的，第三期的可能你延长没有问题，第二期很多第二期的延长。第一期的呢，其实是大部分是不用的，但是某些人要。哪些第一期的？假如说，比如说你基因检测也很高危险的，或者说这个人是要在着眼点，不是骨头的复发，而是在他对侧乳癌复发要下降那块了哈，就是在着眼点是在预防另一个乳癌了哈，这样是可以服用的。再来是副作用很轻的了，这底下have tolerate treatment，尽情也当忍受那个治疗的人了哈。再来。一开始就服用泰莫西芬的人你一开始用泰莫西芬2年5年，你转换为 AI 方向盘配置5年没有问题，你加起来总共10年或者总共7、8年，这个没有问题了。再来，总共不要超过10年了那 no longer than 10 years 啊，他明确这样讲了，所以不是越多越久越好了啊。结论是这样，大家带回家就带这张回家啊，看别不傻傻了。感谢啊，谢谢。